我老公多时尚啊，给我买的啥？给我买的这种网袜，我就专门让他今天来配衬衫的。Later，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美，没错，就是这两个小辫子。我现在呢已经涂好防晒，上好底妆啦，准备化个妆，然后就扎着两个小辫子出门啦。这千呼万唤啊，眉笔终于到货了，就是这个立体的眉笔啊，它是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深咖色啊。之前给你们推荐过，但是一直断货，断了好久，最近才上了大货啊。一面是刷头，一面是这个可以转的。然后怎么用呢？我每次呢，第一步都会先把我的眉形刷出来，两边都刷一刷，然后呢，再去勾勒出我们的一个眉形啊。先把外框勾勒出来，它真的可好用，很好上手的，我一直都用这一款，而且它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深咖色啊。价格方面呢也非常的好啊，两只到手19.9元，就是19.9元买一送一，还包邮，知道吧？一只到手只要9.9元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好了，我的眉就画好了，你看是不是特别简单？这越好用的眉笔啊，就是越画越快，别人画个眉要很长时间，而我们呢用这个呢又不用削，是吧？用多少转多少出来啊。我给你们一个技巧，记得每次画眉毛的时候眉头不要画啊，直接用这一头这样扫一扫，它就能把这个眉形呢给画出来。眉毛一个技巧就是眉头轻，眉峰高，眉尾就是要有一个这么线条出来啊。我画的是一个那种比较符合我脸型的一个眉毛，两边呢再刷一刷，看着会更自然。所以这个小金条的眉笔呢，喜欢的一定要去入手啊，19.9元，两支包邮。我现在呢要去画我其他的妆，今天给你们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消息啊，我就不想洗个锅，我放着，我哪天开心了想洗就洗呗，我非得今天给它洗了吗？真是，我现在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妆容啊，这化个妆起来，扎个辫子就是不一样，但是。我是没打算这样子出门，我要戴个帽子，因为我已经两三天没洗头发了吗？哎，我是打算这样子的，这样会不会挺配的啊？就这个衬衫有一点皱，没有熨。然后我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啊，下面还有个百褶裙，里面还穿了个安全裤啊。什么话你说吗？你问我怎么选穿这套啊？你问怎么选穿这套衣服？我穿这套衣服怎么了？咱说实话不好看。怎么不好看了？咱说实话，我这个衣服咋不好看呢？裙子太短了。不是短不短，好看。穿衬衫不就是要配网袜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老公多时尚啊，给我买的啥？给我买的这种网袜，我就专门让他今天来配衬衫的。别人家的老公呢是会管穿搭，我们家的老公不一样，教你穿搭是吧？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从来没有穿过啊。平时我都是穿肉丝，然后他还说我少穿肉丝，不穿黑丝怎么怎么的。然后我连黑丝也不穿，人家买了个这个。谁家老公会给自己媳妇儿买网袜了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家小王，我穿给你们看看。他刚刚还说我穿这个衬衫不好看，我想问怎么不好看了？我还老喜欢这个衬衫呢，穿起来多青春多洋气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就是他这玩意儿是咋穿的呀？不是整条穿的哦，这是拉的呀。哎呀，真是这个啥东西跟个渔网一样。他是这样子的吧？哎，怪好看，就这东西我也不敢穿出门啊。是不是？我们把另外这条也穿上去。其实我们家小王啊，从来都是不管我穿搭的。最早我也是不穿背心的，然后他会让我去买背心，买一字肩来穿。他说了，家里媳妇身材好，不穿干嘛？天天捂那么严实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样穿还可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两条袜子都穿好了。妈呀，还行啊，
小王，欣赏一下我今天的穿搭，好看不？啊？你买你这个你给我买的，你还说我穿的不好看？咋不好看了？你咋说？你为什么买来我穿的，你又说不好看？那你买给我干什么？看你爸多懂得时尚。我也是。穿出门，我不敢穿出门，吓死人。配个这个鞋子，帽子，是不是得配高跟鞋啊？换个帽子吧。你看你这个帽子都给我戴变形了，换个帽子好一点，搭这个帽子啊，这个就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咋了？你给我配成一米二了？你有意思没呀？干嘛？你故意拿那么高干嘛？你这样等一下我的腿怎么拉长啊？真是的，真好看，这腿真细，小王真会买。干嘛？你拍哪里啊？我给你拍，你不要拍长一点。你这太夸张了吧？我可以这样穿出去吗？随便你穿。这不是你买的吗？我得出去说，哎，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，真好。你觉得配这个衬衫不好看吗？那上衣配什么？卫衣知道吧？他穿卫衣。我没卫衣、啊。哎，我不能不有卫衣，你拿一件试试。龙套不一样。就你那个白。这小王的卫衣，比刚刚好看吗？别穿这个。穿个老爹鞋。你干嘛？不穿你这衣服太热了。爸爸，别看手机。没事。叫。穿我那个 JK 更好看，你把我那 CK 穿一下，我这个有那个鞋垫，显得会很小，你应该穿的应该刚好。我那个鞋垫弄进去有点挤，你穿的应该刚好，刚好吗？不刚好，你这鞋子四十码了，我的脚是三十六码了，哪里配了？还刚不刚好吗？不刚好。嗯，你脚那么大。你的衣服，你的鞋，换个角度看看，好看吗？你这卫衣多大呀？这个175的吗？好看吗？可以啊。这样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是吗？你的表情出卖了你。这衣服啊，还是得长一点，里面不要穿裙子了。然后呢，上面搭配运动一点的，下面配个这种网啊，人家小王还懂，说这个是小网的，不要买大网，大网比较 low。然后可以下面配一个运动鞋啊，就这种鞋子就行了。里面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穿一下那种健身裤，是五分裤的，反正就是当一个安全裤再穿啊。嗯，这样穿还可以，还能接受，没有那么 low， 还显得很休闲。我等夏天的时候，我也买个这种卫衣，大一点的，是不是还可好看了？摆个动作，耶、yeah。是不是还可以？哎，小王，你这是时尚的前沿，男人才懂女人。